女人有钱购物光借，男人有钱自补吃瘪，小孩有钱最可怕，非得花钱雇我当爹。哎，电话来了。哎，王老板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是你花钱雇的那个爹呀。啊，我已经到那老师办公室门口了。啊，他是不是戴个眼镜留个偏分，长得就跟那个曾总好嗓子里面那个华少似的？啊，对，就是他。老师，哎，您好，您是？我是王次脑家长。你就是王次脑家长？正是陛下。你家的孩子一天在学校是太不像话了，一天天五斤六瘦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交灯泡踩地雷，打仗风骂里怪，就这样的孩子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管教管教了？老师，你不渴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不光长得像，就语速都是一样一样的。老师哈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俺家次脑犯什么事儿了？犯什么事儿了？在学校跟别的小朋友打起架来了。那也不叫个事儿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不是，那个老师，我了解俺家孩子，他一般不先动手。还不先动手呢？这回就你们家孩子先动的手。好啊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。我说你这是什么样家长，你教育什么样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对方家长来了没有？一会儿就来了。好，今天来我高低跟他唠叨唠叨，我看他是怎么样的。陈老师吧，你好。老师在那。哎，哎，陈老师吧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您学生家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事，你就是学生家长，你怎么教育孩子了？哎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啊？你看你长那个模样，你能教育出什么好孩子来？你再说一句。那个办公室的靠边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一遍怎么了？我再说一遍怎么了？你打我呀？哎呀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武术教练。我跟你说哈，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武力是解什么武力呀？这办公室怎么还打起来了呢？那个，你谁家长啊？啊，我是王次脑他妈。那你呢？王次脑他弟。那你俩不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哎哎呀妈呀，媳妇儿，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？老师，俺俩先说一说啊。不是，哎呀，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是哪儿花钱雇来的弟。什么？儿子，你就雇这样的给你当爹？你考虑过妈的感受吗？不要在意那些细节，如果说哪儿花钱雇我当爹这个事儿被捅出去的话，将来肯定被开除啊。开除了就上不了学，上不了学就没有文化，没有文化就没有出息，将来长大就跟我似的，人家给我钱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哈哈，次脑。次脑。那能怎么办？继续演戏呗啊！学校都是为了咱的孩子吗？谁给你有孩子？哎哎哎哎哎哎哎！那走廊里面不让大声喧哗，知道吗？老师啊，俺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俺俩在探讨教育孩子的问题。哎，你要是早认识到自己问题，咱不早就有的聊了吗？其实，对对对对对，老师，你说次脑犯错吧，其实都是我们家长管教不严。我平时工作忙，他爸身体还不好。他爸身体不好吗？老师，你别看他现在跟没事人似的，实际上说抽就抽过去，是吗？哎，怎么弄的呀？我什么没干啊？你还好吗你？我好。喂，老公，啊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都到学校门口了。啊，行行行。哎，谁要来？他来了，我怎么弄啊？不是，你俩等会儿啊，我现在都乱套了，你们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我比你还乱呢。哎，我别挨了，我问问来。那个一会儿谁要来？次脑他爸。那他谁呀？次脑的父亲。这不还一回事吗？不是一回事，老师。谁还没有点过去呀？事情闹大了。很好玩的一个作品，哎呀，这个配合的很默契。年凯，作为队长的你，是不是感觉哎呦有底气了？有底气，对，就是努力，我们努力，啊，在台上呈现出、展现出我们自己，这就可以了，还是以平常的心态去面对。
总而言之，我觉得今天他们特别给我长脸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从各方面来讲都，无论是从演技、笑点、团队合作和创意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，非常正能量，而且无懈可击。你们已经非常完美，合作也非常好，搞笑也非常到位，加油，非常好，啊，非常好。谢谢大叔，谢谢大叔。你们拿捏那个时间点跟这个所谓的表演的程度呢，也非常的不错。因为这一次呢，你们真的把这个剧本的这个精髓给发挥出来了。